唱歌的时候最讨厌的事情，一直霸着麦克风，我都付钱了，借酒装疯。你在说我朋友吗？什么都针对你啊！谁跟你借酒装疯？我不会，一定要切人家歌。一切的时候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小心切。陈一郎，我阿妈说他以前是个渔夫，鸡胸骨啦。莫文蔚，所以他演过鸡姐啊。我演你就通。现在马上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漂亮的思佳，以及我们的爱晨。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帅气的元浩。名模英吉以及我们的林道远，哇，今天美女来着，两位都是，而且都是有智慧的。思佳一看就是那种非常聪明的女生，对，很聪明的女生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英吉也算是，他还没讲一下，我们的英吉虚掉，有点虚掉。就面向他的面相来看，他是聪颖里面带的一点朴实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哇。第一回合考验艺人的联想力，请依照图卡提示分别进行答题，答对即得五分，答错换对方猜题。伙伴们赶紧动动脑。第一单元益智题，我们来看第一题，第一个提示是什么？还有好莱坞剧情，那是好莱坞的，好莱坞哦，这不好猜。两队请抢答。哎呦，一题。有，我来猜一个。元浩队厉害了，史特龙。席维斯史特龙巨星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住在山脚下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朋友告诉我的。我以为你是他的邻居嘞。席维斯史特龙对不对？不对。统统队，不然我们猜布莱德比特，因为我一想到好莱坞就会想到布莱德比特夫妇，两个都住在好莱坞，对，史密斯夫妇，史密斯夫妇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错，两队都猜错。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哎呦，有马，他家里有养马，会有养马，他是一只骆马吗？骆迷你马，迷你马，可爱的迷你马。跟好莱坞，好莱坞，两队请抢答，统统队请作答，先赢，要有开马场的，但是要骑马，哎，是不是跟拍戏跟马有关系的？对，李连杰，李连杰，李连杰，因为他有拍过好莱坞的动作片吗？李连杰对不对？怎么会猜李连杰？队长有答案，队长有答案，请作答。这看到马，今天要想到我们以前有一部非常好看的美国影集。哎呦妈！姚元浩发挥惊人想象力，队长有答案，请作答。这看到马，今天要想到我们以前有一部非常好看的美国影集。哎呦妈！马盖先，马盖先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他遇到什么的问题都有办法解决，真的。骑马吗？各位各位，你们知不知道马盖先是当时我那个年纪里面很红的？其实我觉得那个影集是可以教学生的，真的物理课跟化学，而且重要的他几乎所有的一些 idea 都是就地取材，对，太厉害，很厉害。马盖先是马盖先，马盖先看到马，马盖先不错哦，马盖先对不对？不对啦。差很多吗？我们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两队请抢答。决战二十一点，好莱坞拍的。那谁？元浩队请作答，五秒倒数开始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周星驰，两秒，为什么？一秒，时间到，请主胜啊！有请吗？好，周星驰，周星驰，周星驰。对不对？是知道，不是周星驰就是那个了啦。我猜第四个答案应该是巧克力。对，对，小马哥，赌神，好莱坞，周润发。小马哥，周润发，周润发，周润发，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同志，我们算是的，我们益智联想题第一题。
正解就是周润发发哥。第一个提示，好莱坞是因为呢，他进了好莱坞，他到了1995年赴美国好莱坞去发展，他演艺世界呢，等于是横跨了欧美亚，等于是全球性的发展了，好不好？小马哥，那我们就不用多说了，那就是在《英雄本色》里面，他饰演小马哥，非常帅，他那当时是新一代的英雄偶像。真的咬着一根牙签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第三个扑克牌呢，是在1989年饰演赌神高进，喜欢吃巧克力。对，他每一个在这个作品都在当时都很红，好爱他哦。紧接着下来，孔子像在2010年的时候演出孔子，对，所以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周润发发哥，恭喜彤彤队，哎呀，答得很好。好，紧接着益智题的第二题，我们请看第一个提示是什么？我们的提示在这里，捕鱼网，渔网，两队请抢答，渔翁啊，渔网，元浩队，陈一郎，陈一郎，哪里来的灵感？歌星吧，我阿妈说他以前是个渔夫，陈一郎对不对？错，彤彤队请作答。江蕙姐，为什么？她唱过一首歌叫《捕破网》。那我跟思嘉觉得是蜘蛛人呢。对啊，啊，是蜘蛛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想得很远哦。对，顺序是那个，虽然颜色不太对啦。所以你们决定要是蜘蛛人。哦，蜘蛛人对不对？哎呦，不是吗？错。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哎，灯笼。两队请抢答，元浩队请作答。林默娘，胸有成竹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他爸爸捕鱼去，对，怎么还不回家？林默娘是坐船，然后来台湾，在海上遇到船难嘛，对不对？那是八仙过海，那是十八王公啦。林奇也这样觉得。其实我觉得把他们整个总合起来，就是林默娘是妈祖嘛，她是海上渔民的一盏明灯，所以是林默娘。OK 了，妈祖。林默娘对不对？哎呦！我们还在心里想别的，你就对了。就诚如道远所说的。林默娘也就是妈祖，主要的神机是救济海上遇难之声明，据传船舶遇难只要口诵妈祖圣号，妈祖就会到场营救哦。就跟元浩讲的是一模一样。是的，我们的第三个提示，雅兰姐呢是在2008年演出电视剧《天上圣母妈祖》中饰演妈祖林默娘，大家应该印象蛮深刻。好，紧接着第四个提示，大甲镇南宫呢，他除了呢曾经呢远赴湄中祖庙以外，最有名的就是呢他大甲南下的绕境进香活动，在每年的这个3月份的时候呢，会有大型的绕境活动，真的是万人空巷。这是我们台湾很大的一个民俗活动，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参加。所以大甲镇南宫呢，现在在我们常常都去祭拜他，希望能够保大平安。我们的正解就是林默娘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这个紧接着我们来到益智联想题的第三题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的提示是什么？哎呦，是什么？九，哦，这个很多哦。两队请抢答，九，一号队请作答。我刚刚想到的是，对，张飞耶，张飞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感觉就是性情很暴躁，然后爱喝酒那样子。爱喝酒的人性情暴躁，张飞对不对？不对啊，张飞请作答。太多了，我们有气质一点，好不好？跟你在一起比较有气质，白气质啊！他喝酒然后就作诗，好，酒仙，酒仙，好了好了，酒仙李白对不对？不是。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麻油鸡是什么？鸡的那个柱肋骨有没有？肋哦不是啦，那个啦，鸡胸骨啦，鸡胸骨，鸡胸骨。有两队请抢答，统统队请作答。谁有卖麻油鸡啊？莫文蔚。莫文蔚，莫文蔚，他演过鸡姐啊。莫文蔚，醉八仙呐，醉八仙呐。醉八仙，李铁拐。李铁拐，李铁拐李。铁拐李又来了。醉八仙每个都爱喝啦，醉八仙，八仙，八仙过海里面的八仙。
对不对？两队都猜错，给你们一个提示，就是呢，他疑心病很重。宇豪队，请坐吧。我知道了，什么东西？你又知道了？郑中基。饮鸡，然后又喝酒闹事。哦，没有错嘞，真的耶。所以你现在是说？他中基郑中基是你是那一个意思？他也喝酒闹事过，喝酒对，有可能哦。郑中基对不对？错，两队都答错。我们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酒驾俱乐部再加梅子究竟是什么类？观众朋友们，你会？我知道了，什么东西？你又知道了？郑中基。饮鸡，然后又喝酒闹事。哦，没有错嘞，真的耶。所以你现在是说，他中基郑中基是那一个意思？他也喝酒闹事过，喝酒对，有可能哦。郑中基对不对？错，两队都答错。我们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梅子，请抢答。梅子。谁？宇豪队，五秒倒数，请作答。五秒好，四秒，三秒，曹操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猜曹操好了。时间到，为什么？曹操，曹操啊，为什么？心病很重，对，又爱喝酒，又爱喝酒。你怎么知道他疑心病重？有历史都有写啊，他就怀疑这个，怀疑那个，杀这个，杀那个。杀这个，有啊，他很麻烦，他很麻烦。曹操对不对？提示是酒。好，话说当年曹操邀请这个刘备呢到他的家中呢喝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曹操呢一直在想说，怕这个刘备呢会这个威胁到他，所以呢想来试探试探他。然后呢就曹操就问他说，这个天下里面呢大概的英雄就是我跟你而已了。那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？这个刘备呢，就假装听他啊，听不太明白了。然后呢，刚好呢，那天呢，天色昏暗，打了一个雷。那刘备呢，就因为惊吓，故意装的哦，然后把这个筷子丢到地上。那曹操一看就想说，哎，这个人呢，胆识很小，应该呢不会成大器，不会威胁到他。所以呢，这是一则故事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第一个提示呢，就是酒。第二个提示是大家最怀疑的，为什么有个鸡胸肉，但是露出的骨头只有一点点的肉，但是它拿来干嘛呢？话说曹操攻汉时，一夜市巧曹操吃鸡肋，便随口用鸡肋为口令。杨修听了便说，鸡肋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我猜丞相即将退兵。曹操便借祸乱军心的理由把杨修杀掉才退兵，寓意对士的兴趣淡薄。紧接着下来到了梅子，梅子大家也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一点都不奇怪啦。话说当年曹操带军作战，将士口渴难受，曹操则对将士说，想象前面有一座大梅林，果实既酸又甜，可以解渴，将士想起梅子就会流涎，因而止渴，譬喻人们是用虚假的现象满足实际的欲望啦。了解。哦，那林俊杰就是最近他的一首歌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三曹操。所以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曹操。您答对了吗？ Yeah. 各位，两队第一回合统统队的成绩是得到了五分，元浩队得到的是十分，只差一点点，还不错。紧接着我们要到第二回合去了，第二回合呢是很好拉分数的地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听，然后发挥你也是要联想一下啦，好，好不好？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，按铃抢答，网络票选前五名猜题游戏，答对即得五分，并可续答，答错则换对方猜题。两回合总分最高者即成为今天的大赢家哦。欢迎来到超级女童第二回合生活题，好，抢答了，抢分来了，开始抢分了。学知识就是在这个时刻了，没错。两队，请听清楚了，网友票选最适合提分手的地方前五名，两队请抢答。哎，同队请作答。怎么可能？你是拿手的哦，这一题。我跟你讲，最简单的啦，五个都给你，最简单了。我跟你讲，家门口。讲完有没有？马上就上楼。我觉得你们钥匙要先拿好，老手，老手没有。讲的。家门口有没有？有。真的假的？
宇宙达。哇，电话里算吧，电话算吧。因为我常常不是常常，那个就是看吧，说六成，说六成。那我他就是常常，因为你常常怎么样？常常打电话给人家提分手。他提了。电话里面有没有？哎呀！蔡成，你跟你跟别人提分手在哪里啊？或者是你在哪里都被人家分手？公园啊，因为他安静嘛，你可以好好讲清楚、说明白。公园有没有？啊，没有。不要动，请作答。海边。哎，海边就是一刚好提分手，那个男的很伤心，本来想说啊，要不要做些什么不该做，就是想不开的事，但突然一放眼一看，哇，好多海滩，海阔天空，哇，心情就又好了。海边有没有？有，太好。那再来下一个，在餐厅呢？哎，在餐厅，餐厅有没有？咖啡厅、餐厅啊，一样的意思，有。有来个有创意的啦。对呀、啊，又餐厅又家门口的，导演在机场，成天离婚。哎，我觉得这好适合，因为你可能就要送他出国啦，工作啊，那你这一段时间他也联络不到你。然后是那个日本有一句话叫“成天离婚”，机场，机场有没有？可能的，请作答。游乐场。因为就是留给对方一次最美好的回忆，最后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，不一定都要很悲伤的分手啊。最后一个美好的回忆，游乐场有没有？啊，两队都没有答出来，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。初次见面的地方。是的，各位网友票选最适合提分手的前五名：第一，家门口。第二，咖啡厅或是餐厅；第三，海边；第四，初次见面的地方；第五，电话里面。哦，这就是网友票选了。是的，紧接着我们来到生活题的第二题啦，网络票选。哎，今天你们是冲着我们来的，是不是？怎么？你们这根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，网络票选。绝对不能嫁的男生类型前五名，两队请抢答。哇，两队请作答。棚里面就有四位了。吃喝嫖赌嘛，不良嗜好，吸毒的人。好具体哦。诸如此类的，我们就把它归类为有不良行为的人，好不好 ？OK。不良行为的人有没有？不良嗜好。妈宝呢？妈宝啊，对啊，你问他什么事都说我回家问一下我妈妈，什么都要问妈妈。那我们明天你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穿个情侣装？不知道，我衣服啊，问妈妈。妈宝有没有？哎，真的有哎。啊，我知道有一种人不能嫁，会打女人的男人。哦，真的会动手动脚，不行，动手动脚不行。有暴力倾向的人有没有？哇，这个是不能嫁。不能哦，对，不可惜个样子。来来来，金句作答。花心不专一的男生，花心不专一，对啊，不能嫁。花心有没有？哎，哇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可能小气也不能嫁。小气，哎，没有小气，小气的人有没有？没错，同学们请作答。爱说谎，爱说谎有没有？没有，错，两队都答错。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正确解答是什么。去工作了，老婆。在家里等。我在家里看电视，每天等你拿钱回来。真的很多这种男人呢。网络票选绝对不能嫁的男生类型前五名，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男性朋友请注意到啦。是。第一，你有暴力倾向的女生可能就不愿意嫁给你喽，或者是有不良的嗜好。当然，这个不管嫁不嫁都不行，好不好？不良的嗜好对自己本身也有危险，所以千万不要有不良的嗜好。假能崩哎，男生要有责任感，好吗？花心，其实男生可以风流，但是千万不可以下流。对，最后一个是妈宝，男生总是要长大，尤其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呢，其实像我们以前当兵，为什么是一件好事情？就是要脱离家里的环境，真的，然后独立了两年。以上呢就是绝对不能嫁的男生类型前五名，各位，我们千万不要当这样子的男生，好不好？是的，紧接着来到生活题的第三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，网络票选去 KTV。唱歌的时候最讨厌的事情前五名，请抢答。有的请作答。一直抱着麦克风不放的人。你在说我朋友吗？
春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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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我认识艾辰的时候，就跟他去过 KTV 唱歌，我一首歌都没有唱，而且一个礼拜去好几次，都是他在唱，一直插播，插播也好，对，一直插播，插播啊，真讨厌。插播有一些人就有些人排队，等了很久了，对，一直插播的人有没有？不要再请记住他，幸亏我都不会喝醉闹事，哎呦。真的，因为或是喝醉占便宜，有没有？这个对，借酒装疯，借酒装疯，这个对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不行，来看你对，我是裁判，裁判常常遇到。不是啊，裁判，这题太简单，就他会做什么就猜什么就有啦，不用乱想啦。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谁跟你借酒装疯？我不会，我是正人君子。我们来看看第三题出来里面，艾辰占了几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。那如果这一题占便宜的话，也有的话，所以就是发酒疯，对对，借酒装疯，发酒疯有没有？哎，你要换坐下来，要不要先讲？要不要先讲？付钱啦，帮他付钱啦，付钱。下一题送着你来的，我觉得你们今天很阴谋很深哦。就是那个叫了很多听众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没有他的行为拿出来讲。是的，张文哥不付钱的有没有？哇！这里没有一项我有的，糟糕，这已经四项都有。你搞冰狗，听到我的现象都明显。再想一个，雷达。我们女生是讨厌，就是有男生来，然后莫名其妙不认识，乱搭讪，乱搭讪，乱要电话，乱要电话，乱搭讪有没有？唐方乐，请作答。我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以他这个人，他一定爱切人家歌。有没有切歌？切歌有没有？乱切歌。真是，切歌刚拿起来，他就给人家切歌。不是，没有人会唱，没有人会唱，没有人拿。不是，我不是这样，我是一切的时候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小心切。你看多像啊！这是切割是不是？切割，乱切割有没有？哎，其实我觉得这看下来，这真的是爱成那个过程。对，不要说我们今天约七点半去唱歌，一到了 KTV 之后呢，爱成首先会做第一个霸占麦克风。对，再来呢，他就来。一直插播，然后还乱切。过没多久，中间这个过程之后，他就开始喝酒装疯，然后就乱切歌，再来就是白唱不付钱。一整套龟头，这是一个故事。在这边讲一下，去唱歌，朋友约着去唱歌，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是，但千万不要做让人讨厌的事情，免得不要啊，歌没唱好，朋友都走掉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好。两队第二回合的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15分，好少，好少，要命！元昊队得到的是50分，哇塞，非常的不错。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20分，元昊队得到的是60分，掌声！然后成绩统共获胜的队伍就是我们的元昊队，获胜！来，两队比赛开心来！哎呦，我们这个今天的生活题呢，蛮有意思的哈，真的。谢谢他，因为我们完全这2、3题都是看着他回答的。对对对，我也很想，很想加入讨论，不想要分数了。今天的生活题非常的有意思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能自己本身没有发现的。是。那当我们知道之后，一定要改正自己的行为，好不好？不要当个讨厌的人。没错的。如果要当帅哥呢，记得千万不要有以上的行为啊。真的。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